怎么了？啥意思啊？很幸福啊。幸福？为啥呀？很任性啊。很任性。轩怡的幸福感的照片是一个招牌，漂亮宝贝不干了。因为我特别怕早起，因为每次一早起我就一整天的状态就会一直想说我想睡觉，我想睡觉。所以就觉得说有的时候看到这种图片，我就想发朋友圈，就会任性一下。就是你的任性也只能是看看图片，只能是发个朋友圈，而且还要把领导屏蔽了。哦，我没有屏蔽。那我跟你说，杜华姐很爱刷手机的，她肯定看到了。但她没有给我点赞，不过应该没事吧。我这个很简单，我这个是和我室友的猫的。我们这个如出一辙，我分享的是我们家的狗。就是他这个表情其实很迷，就是他会审视我。就每天回家他会保持这个姿势，保持10分钟不动。为什么？这不是头一张图，这是3张不同的图，我就是一模一样。啥？就是一只爱发呆的狗，爱审视的狗。对，我被他这么看，我就觉得有人还在关注我，还挺好的。